手里不舒服啊。我看到这边有个沸点啊，很明确的一个沸点啊，在这边，这边旋转，在旋转，旋转的时刻，下面有港湾，有个港湾，旋转的是下面有港湾，那港湾的地方，那船之类的都没法靠近啊，都没法靠近，旋转啊，港湾，旋转啊，那些。是有武装力量的那个船呢，没法靠近。如果货船经过的时候呢，飞碟就放心了啊，飞碟就放心了。原来有武装分子把控着那个海湾呢，有武装分子把控着海湾啊。现在飞碟已经把那个武装分子的无人机也打掉了，把那个那一带的那个基地啊被封卷的，就没法再驻守在那边了啊。所以呢，现在那把港湾啊就顺利的。来啊去啊开通了啊，这船呢、啊、只要是不是那个军事的船啊，已经能恢复航行了啊，把那边的军事力量已经摧毁掉了，被废掉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哎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哎，好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嗯，再见。